粉们早上好，今天呢老师要教你们华文课，请你们拿出来作业本，然后打开第九页，打开了吗？好，然后我们准备铅笔，来，现在我们要做练习哦。划线把字组成了词，再划线把词和相应的图连起来，我们要找生词，然后要连在图片。来，我们先看第一个字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对，是水。水，水什么呀？平常我们吃的是水什么？对，是水果。水果，水果的图片是哪一个的呀？是这个吗？不是，这个是青菜。是这个吗？是，所以我们从这个果拉。好了吗，小朋友？好，来，我们继续。青是什么？青什么呀？对，是青菜。青菜，青菜的图片是刚才的哦，是这个，我们拉。来，第三个的，这是什么呀？我们学过的，对，是面。面，什么？面包。面包还记得是什么吗？对，是 roti， 面包是 roti。来，我们看这个是什么？对，是鸡。鸡，鸡什么？对，是鸡蛋。鸡蛋，鸡蛋的图片是哪一个呀？对，是最下面的，所以我就拉。来，我们继续，这个是什么？对，是米。米，米什么？米饭。对，我们每天吃的是米饭。米饭的你是哪个的呀？是这个吗？不是哦。是这个吗？嗯，是，所以我们从饭拉。来，我们继续。牛，牛，牛什么呀？我们每天早上要喝的才健康。对，是牛奶。牛奶，牛奶是哪个的呀？嗯，是，是这个。来，我们最后一个哦，肉。肉什么呀？还记得吗，小朋友？对，是肉类。肉类，然后肉类是哪个的呀？对，是最上面的，很棒哦，所以我们从类拉。好，你们做好了吗，小朋友？好，今天的课先讲到这里啦，在家不要忘记学习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